是使用那个啊，很多用头嘛，用各种各样的头，然后有的橡皮抓的。对呀、啊，所以还跟他的头的硬度有关。然后印度他用那个叉多少次，100次几百次是吧？他一定要定好级别，用什么叉来叉多少次？因为这种材料呢，我们用手工的模式来弄都上不了。所以你要告诉他，你如果是本身在采。